呢个系你前所未见嘅实体表演。我哋有最盛大嘅舞台。喂，卡特柯南，走啊走走，彩排彩排嘅大导演。系导演。喂喂喂喂，去边啊？呢度啊？呢度啲 office 嚟嘅。唔系舞台咩？舞台舞台。有冇谂过边度先真正舞台啊？你人生花咗几多时间喺呢个 office 里面？你个 office 先系你哋真正嘅舞台啊！啊 ！office 就系我真正嘅舞台。我哋一齐为 office 欢呼。好。Office！ 我哋有最精彩嘅才艺表演，我哋有教科书级嘅演技爆发。喂 ，Hugo， 又唔还钱，又迟到，又饮醉，又唔记得咗，一次。定我哋揾人配音啊！我哋有最动人嘅音乐，哈哈哈，哈哈哈，哈哈哈。我哋有婀娜多姿嘅女团舞，我哋有变化莫测嘅魔术表演，神奇魔术。有樂而忘返嘅大排檔節目，多謝，多謝。同埋群星聚集嘅微辣綜藝。喂，大家七週年幫手上下綜藝，屌你啊！福哥加充嗰啲幕前咧，你鬼得閒咩？喂，大家拍檔幫手上下，真係唔想？我揾 Coco 上啊！澳门最强实体，喂，系咪漏咗啲乜嘢啊 ？Sorry， 我哋有最激动人心嘅演讲。话说啦，我琴晚见到个头有少少柒，咁我就谂住去剪头发，咁我就问我啲朋友啦，喂，边度剪头发咧平靓就咁睇咧都 OK， 我就话唔系，因为我最近病。澳门最强实体演出，未达七周年粉丝感谢祭。咁样柒落去真系冇人睇噶啦。咁啊，咁啊，做啲柒得嚟有人睇嘅嘢啦。8月12日夜晚9点，七周年粉丝感谢祭喺 YouTube 全球首播。哇，把声作到攰，声都沙埋。